欢迎来到航拍网 Area， 点击关注。我们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道路交通状况，弥补传统监控点位的不足，3月13日，宇航公安将引无人机执勤小组上线试运行，对临平320国道高架及周边地面道路展开空中执勤，在杭州上述首例。执勤现场随着无人机的缓缓升空，拍摄到了高空视角下的车辆通行状况，几乎不留死角，执勤警力一边操控无人机，一边通过无线耳麦向指挥中心报告情况。这种地面加空中结合的模式，不受道路状况影响，达到全地形覆盖，直观展示了交通路况和车流信息，为城市交通状况分析和交通突发事件快速处置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据空中执勤小组负责人介绍，执勤小组的无人机一次可巡航30分钟左右，飞行高度在100米以下，将选择一些道路状况较为复杂的路段为定位，与交警铁骑队协同作战，通过交警指挥中心调度，在快速处理简易交通事故、疏导城市交通、发现异常路面等工作中发挥作用。下一步将结合城市大脑，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实时传输到交警指挥中心，实现对该区域道路交通的快速分析研判和异常情况处置。同时在一些重大安保任务现场全程跟拍，提供高空实时拍摄支撑，便于指挥中心能够实时直观了解现场状况。通过无人机空中执勤，不仅丰富了交管部门的管理方式，提升了交通管理的工作效率，也助推了交管行业的智慧革新，是交警对交通管理举措的一项重大突破。 VIRE 浙江新闻关注航拍网。